我好难过，啊、我好想家，哒哒哒哒。原本是凌空空，无啥物趣味的书展，历史的物件，经过各种人员用着戏剧的方式来呈现，就变加相当活泼加趣味。为了让民众用轻松趣味的方式了解着三万年前书展时期的台南，台湾书展文化博物馆伫南科科国馆来规划着微观史观的情景体验展。这个特展呢，主要是能够让大家知道从史前时代到当代。整个台湾的历史，然后透过考古学重建台湾的这个历史，那对台南地区的观众或是整个国内的观众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特展让我们知道几千年来台湾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跨越海洋，跃上世界的舞台，所以其实可以从微观的角度，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台湾的历史。这回展览除了受这橄榄石岩、玄武岩、甲玻璃、灰岩三个主题之外，相关文物来做着展出，让民众会当对微观的世界，看到宏观的史前时代发展的精彩历史。在南科，我们的史前文物挖掘到的有五千年嘛？那五千年以前没有挖到，是因为它都在海底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其实人的过程，大家想说我们生活80年、90年、100年，其实是很长的时间。但是从史观的角度，其实是非常短的。我们在这个史前馆的这个肩膀上面哈，稍微再垫高一下自己的高度哦，可以看得到整个史前文明的一个唐奥啊。我想这个所建构的一个宏观的视野，或者是宏观的格局，是远远超过我们啊在观看这个史前文明的时候。奇怪，其书展历史的展览拢是凌空空无趣味。不过这回展览特别设计着三个情景的互动主题，让民众来参观会当透过现场所提供的道具甲服装来辨真，甲新石器时代、铁器时代、甲历史时期的台湾码头的场景来翕相。啊，我们有一些人面陶罐的体验，还有可以穿上兽皮衣，那扮演史前人的角色，这对亲子家庭来讲都非常有趣。这回这微观史观连接到世界史前台南的情景特点，即日起到9月1日在南科科学馆来举行，有兴趣朋友当即拢去参观体验。南天新闻台向南科采访报道。